We pray for Ukraine or Ukraine. OK，看到你们就好了。啊，从哪里来呢？台北啊。台东。台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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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台北。台南。台台台。通通都台。通通台起来。OK。好。谢谢你们每天煮饭好吃。 我就吃不多，因为没胃口，不是说你们煮不好吃 ，OK？ 生病嘛，然后尽量吃为了吃药嘛，啊，吃药有时候不能不吃饭，就是没有胃口了，啊，哎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嗯、啊，好好好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哎，好多，就是现在不能当歌星就对了，歌星还不行，声音。<笑> 声音不出名，懂吗？哎，等一回了，等一回啊！等一回，我会上台唱歌了。啊，不是现在啦，我意思，我声音好一点，我会去找什么电视台的。哎呀，哎，做歌星很有钱啊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人家要崇拜呢，是吗？哎呀，做这种工作，要人家不杀你不骂你，已经算好运了。 赚不到，赚什么钱？我一定会改行的。我跟你讲，<笑>你们如果不乖乖，我就改行了。我生意好以后，我再想了啊。生意好以后，啊，以后你们要听师傅要买门票啊啊！<笑>我住民以后的话，我住民以后，你们就要买门票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哎<笑> ，Hello， 听到了。 哦哦哦，哦，他也要说 hello 了，啊，哎呀，这样怎么能够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铺在地上这样呢？还不错嘛哈，我想办法，嘿嘿，你们都老了啊，哎，对不起了，这么贵盖嘛，站起来看比较多，<笑>哎呦。 好多药了哦，什么都有哈，从哪里来这么快？以前都没看到。西湖来的。哎呀呀，办来了。对。啊，啊哈，好厉害嘛！有人买这种吗？有，这都是有人买来准备。啊哈 ，OK。那祝你发财了。<笑>人家地方那么小了，还来做生意呢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 人家地方那么小，人没地方做了，还那么卖东西，哎呀呀，嗯，别动啊，别弄太多灰尘了，我会咳嗽啊，敏感嘛，人越来越敏感，嗯，我年轻的时候装水泥那些都可以，记得吗？记得，哎，变装变唱歌啊，现在不行，<笑>好一点吗？好一点。 嗯，好多了，觉得好多，就是累，嗯。我今天不想吃药了，我说到这里为止，我受不了了，每天吃药要准时，懂不懂？饭前一个半小时，然后饭后又一个小时，我哪里有时间每天都看闹钟那个样子？真的受不了，我说算了，我不吃了，<笑>我不再吃药了，吃已经十几天够了，你们觉得够不够？ 够了，反正怎么样都怎么样啊！每天都要等时间吃药，然后要等下一个药，然后要再等下一个药，哇！啊，一个小时要加一个药，然后要加一个药，然后再哦哟，吃到变成药房，肚子变药房了，你们要不要买？<笑>我家里还很多药呢。<笑>
要的话我可以卖给你们啊，免费的。OK， 弄错了，我很小，我不需要大空间。哎呀，跟你们看你看啊，大家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哎呀，对不起啦，就是这样，情况是这样嘛啊，去哪里都差不多啊。哎，苗栗认为没有物亭，来这边也是没有。我跟你讲啊。你们讲太多了，生小孩太快，我其实该也来不及了，就是这样，你们的错了，别怪师傅哈。哎呀，是你们自己呢啊，生小孩然后拐先生进来了，拐男女朋友进去，广告太多，然后人来很多啊，你觉得我能该？那么大房子吗？多大也不够哈。是，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这样了啊。不过这样子算修行人嘛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在印度哈，这个有去过吗？没有。啊，我不要骗人嘛，懂不懂？去过就不要再去了。那个在印度哈。那些真正的修行的人啊，他们东西不多，他们躲在很远的地方，喜马拉雅山要下来拿水那个恒河，因为他们住山上嘛，比较安全啊，而且有山洞什么自然的山洞，哦，有一些山洞好漂亮，你一看到就不想离开了，就想离开家人，然后来那边永久不动了啊。他们啊根本没有很多东西啊，多数的他们都是变成和尚嘛，都离家出走了，离世界了，然后他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没人的地方，没有吵闹的，然后每天就要下来拿水，就很远哦，从山上下来恒河很远啊，恒河河都是本来在这比较低嘛，有没有地它才有河啊，然后都下来就这样爬山啊，是很危险的，有一些地方有路，有一些地方没路，因为他们就要免人嘛，所以不是找有路的地方安全的或是比较方便的地方，不是啊，他们带一些干料的，比方说一包米啊，或是一包那个叫什么那个绿豆，有没有啊，就这样他们就想吃啊，一点盐巴当然，然后就恒河的水这样喝了，有一些没有的话他们就喝水而已，有什么就吃，没有就不吃了，我抓那些生菜方便什么的，这样随便吃。哎，奇怪哦，我去喜马拉雅山有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在那么冷的地方，生出来那些可以吃的东西，那小小的那些野生的像野菜一样啊，我一看就知道可以吃啊。不过你们不要乱 copy 啊，啊，是我在那边。出什么事情？我说师傅讲啊，我没有跟你们指示什么什么的，我一看就知道嘛，哎，比较面熟啊，然后在那边就知道了。不过不要随便乱吃啊，了解吗？哎，如果去的话，最好不要去啊，这样有时候危险，懂吗？哎，要走路很远啊。那你们如果那东西这么多的话，哎呀，恐怕上不了那个喜马拉雅山了、啊。我就有一套额外的衣服，两套嘛，一套穿的，一套在里面了、啊。每天湿湿脏脏，那个鞋子都湿湿的，而且里面都肿起来啊。不过多拿的话就爬不上了，了解吗？那边没有车子啊，连马也是不好找了，马也不好爬山啊。有一些地方马可以走，有地方不行，有些地方可以叫人来背你啊，不过他不能背你那些呢，睡袋啊、床单啊、什么电毯啊，然后椅子啊、桌子啊，哎呀，然后那个热水瓶啊、冷水瓶啊，哦呀，鞋子，哎呀呀，恐怕要住整个团体啊，懂不懂？十个人才能够带你们一个人上喜马拉雅山，哎。而且还要带食物呢，如果那么多人的话，你就只好带整个那个大市场上来就好了。哎呀，
要全体的要吃饭啊，懂啊？而且那边煮饭很慢啊，也要带自己的法师来啊，又多几个人抬法师。哎，不要了啦，不要去了，像你们这个那么舒服的生活这里了，哎呀，我想不行，最好不要了。最好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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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呀，我有几个出家人，所谓的出家人嘛，他跟我区别的地方啊，因为以前都逃跑嘛，有人要陷害了，这些业障了，不怪谁了啊，逃跑就好了，总比没有，总比不能逃啊，是吗？哎呀，所以有时候住比较简陋的地方啊，就不能马上住一个好的房子啊，好房子有所不够地方啊，他们又嫌地方太窄啊，怎么三个人住一个房子啊等等，然后就吵着要回家了等等，回哪里家，已经住家了要回家，奇怪。就是这样啊，懂不懂啊？不训练习惯，我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训练啊，啊，离开我先生就马上就野了，就去野外了，也不是训练什么，就是心要急嘛，很急啊，啊，这种力量要你就是要走就对了，跟现在也是一样啊，继续做我的工作了啊，怎么累也没关系啊，还是不会退的，懂不懂？能做的时候就继续做。没有时间保重了，我接天工作到6:30早上，然到现在也没睡着了。嗯，有时候工作是这样，有时候可以轻松一点。我平常的话工作很多，连那个几只狗它已经给你很多那个工作了，懂不懂？